隨電影太極學會，他們所演練的是太極拳養生白式。養生白式是由被稱陳氏太極拳四大金剛之一黃西安師傅他所創立的。這個套路是集合了黃西安大師伸集拳、授拳、體悟和吸取太極拳精華動作提煉而成。多謝陳電影體育學會的演出，接著原來是